金湖又把小树给拔了。两点钟，哎呀妈，特别准时，他闹钟。这屁股上那些水呀、啊！金湖那个不能吃。把你的那个拔下来的小树给种上，啊？听不听见？啊，大胡子，听不听见？啊？你给小树拔下来了，我不得给种上吗？啊？不种啊？啊？我得去种小树去，哈，然后去浇点水。啊，你这两天别霍霍他啊，听没听见？装听不见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大胡子，这是今天金虎又拔下来的小树，我要把它种回去。哎呀，不知道这个小可怜能不能活。天刚刚破，小鸟都还没叫，扶着船上小道跑，背完功课还得练剑招，人生在世好无聊。师兄他们总说山下很热闹，桂花糕、糖醋里脊，还有蜜汁叉烧包。染病了，反正是。